我希望呢香港社會能夠動起嚟，好似兔仔咁活躍、咁活潑、咁機靈，用好通關之後嘅方便，我哋做好香港本地嘅疫情重建，亦都促進香港同內地以至世界其他地方嘅進一步合作，將時間搶翻。喺國家層面咧，我希望我哋所有嘅中國同胞，包括香港同胞在內咧，能夠繼續團結奮鬥。我祝願我哋全中國人民，包括我哋香港市民喺新嘅一年身體健康、家庭幸福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